呀，好美丽的海呀、啊！怎么还在这躺上啊？这是你们躺的吗？啊，起来！小朋友应该坐小朋友应该坐的凳子嘛。好美丽的海啊！喝口水。哎，呆呆呢？呆呆，呆呆！呀，怎么在这里呀？好可爱的小狼犬啊！不见了哦，原来是带出去一起玩了。让我们的粉丝们看一下我们都去哪里玩了吧。好玩吗？凌晨三点钟，肚子痛，睡不着。嘿嘿，怕怕，阿呆帮忙救我！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出来救救我！你们两个先在前面，冲！舒服了。没带纸，只能委屈你一下了，宝宝。有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它挺神奇的。昨晚我就拍完视频回来，随手丢了个红毛皮在这里，结果我今天打开一看。给我咬成这样子，不愧是老鼠啊，饿了什么都吃啊。我寻思着好像也没有给你们落下过一顿鼠粮吧，那么喜欢啃这个什么，来还那么多，来啃，来啃，宝宝啃，宝宝你也去啃，啃快点啃，快点啃啊，怎么不啃啊，什么都敢吃啊，你这肚子迟早给你吃坏。前面好像有个人在溜仓鼠，上去看一下。美女，这是你的小仓鼠吗？是啊。我可以摸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好可爱啊，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可以吧，哥哥。我操。怎么又跑到我床上来了？你不以为这样子我就会摸你了吧？那如果你是那么想的话，啊哈哈，恭喜你猜对了，小仓鼠！一天不被约，就心里面不舒服是吧？看我都不气死你！不是，这情人节不是给人过的吗？怎么这两个怎么也过上情人节了？还花式亲亲先啊？想干嘛？给我撒狗粮是不是 ？OK， 这么玩是吧？啊，来，你也来。既然不能把你们一个送南极，一个送北极 ，OK， 来吧。今天你就在厕所待一整天吗？你的话你就关在这个角落吧，我都没得过情人节，你们两个还过上了哈，还花式接吻先哦，哦哟，浪漫玩去，还撒狗粮给我，真的是白养了、啊
凌晨四点，饿了。外面好黑啊、哦，人家好害怕。陪我出去吃个早点吧，走吧，宝宝们。好香啊，香不香啊，呆呆？吃完了。我靠，没纸啊！还好带你们两个出去啦。哦哟，甜蜜哟、哦！跑到我床上睡，还跟我抢床睡先。妈，妈，怎么啦？你过来看，他们两个跑到我床上睡，还抢我的床睡先。那人家是小两口睡床上怎么啦？你没对象睡床上干嘛？那我睡哪里？怎么走啦？生气？捏紧我的小拳拳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睡对象吧。我真是你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在给他们讲睡前故事啊。你最好是吃完饭带他们两个去溜一下吧，饭后溜鼠的感觉就是好哈。溜累了吃我饭吧，真乖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我要饭的啊？怎么样，嫌少啊？让他们两个学生狗要听听。他们两个不会狗叫，但是我可以啊。哇哇，最近就是一直有粉丝在问我们家用摇捣个鼠，首先这个是我们的胖胖，然后就是我们的呆呆，还有就是你的光芒闪耀像是狗的，如今入侵了我眼眸，到底要怎么用。自从前两天用它来擦嘴，用它来上厕所回来之后，它就闷闷不乐的。为了弥补它，我特地给它买了三罐仓鼠主食罐头，这个一共是有三种口味的哟，而且每个的肉含量都大于75%，里面的肉全部都是选用新鲜的原肉制作而成，而且非常大一块哦。如果家里面的鼠鼠很瘦的话，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罐头哟，嘎嘎吃，嘎嘎长肉。现在不能生爸爸的气了吧？呆呆胖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，好消息就是爸爸要去旅游啦，坏消息就是人家不带你们去呢，这个粮食好像不太够够呢，晚上这个水壶好像没水了，倒满。粮食跟水都已经给你们加上了啊，粮食实在不够的话你们就自产自销吧，好吧宝宝们，臭老鼠们再见啦，不要想我哟。我们也是来到了海边了好吧，但是小仓鼠是不可以下海的哟，那宝宝就自己去了哟。